然后呢，他说什么？你是说你记得他要跟你讲什么？那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的心情就很不好的时候啊，然后有一天他就打给我，然后就跟我说：“阿美，你最近在干嘛？”我说：“嗯，他叫你阿美，美，他有时候叫我美，有时候叫阿美，这样子，就是还蛮亲切的。”然后就问我最近在干嘛，我说我最近就还蛮努力的在写歌，就很想发片这样子。然后就有跟他分享一下我的心情，对，然后他会觉得说，其实每一个阶段都是一个过程啦，但是你不要太陷入那个不快乐的情绪。嗯哼，那他会觉得说，其实我觉得他曾经也是有低潮过，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聊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最能够彼此了解。然后他就告诉我说，其实只要有机会，你一定不要放弃任何的机会。他说没关系啊，虽然你现在还没有准备要发片，你可以去累积一些东西，比如说你说你现在在写歌，他觉得很好，你应该不要放弃这个创作的过程，因为那个最后可能都会变成是你自己的武器。嗯，可能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你有这方面开始学习的一些过程，让自己成长，然后也让别人看到你的不一样的地方。那我觉得，哎，对啊，他讲的没错。然后我常常都觉得他很像是一个小天使、小太阳，好奇怪哦。就是我每次只要比较低落的时候，我都会接到他的简讯或者是电话，非常奇妙。而且，我觉得你不会主动跟他诉苦吗？你不会？比较少哎。其实我连我自己的家人，我其实我都不讲。我会跟我姐姐讲，可是不是那种很刻意的，因为我会觉得，家人不讲的原因，我也不希望他们担心嘛，对。然后我觉得可能有些事情是自己可以去面对的，我就觉得可以自己去把它解决掉，这样子，对。好，对啊。所以Jolene也是个小天使，对，他是我的小天使。嗯、还有别人吗？宏华，刘宏华，真的吗？对，宏华是我。你们算是同公司的吗？以前同公司，但是以前我们同公司反而不熟。本来我们两个互看对方不喜欢的、欸，这是我们后来变好朋友的时候，我们两个就直接把话说开。我说：“宏华，你知道我以前很不喜欢你，我觉得你就是看起来就很拽啊，感觉就是脸很臭这样子。”他也觉得我很脸很臭啊，他觉得你也很臭。对，我们两个互看对方不顺眼。然后一直是到我们有一次跟张宇哥，然后还有宏华，我们三个去新加坡，好像是跨年，然后才有机会相处在一起。所以我就觉得，哎，怎么他跟我想象不一样？然后他是一个很心思很细腻的人，然后呢，他也是一个很主动去关心你身边的朋友的人。那我觉得我的个性是比较大辣辣的，我大辣辣到什么程度？我一定要举一个例子给你听。我生活上呢，就是还蛮常少两根筋。嗯哼，有一次呢，我去提款机，我要提款，那我就把我的那个提款卡我放进去之后呢，然后下一秒我打开我的皮包，想说我的提款卡，我提款卡呢？那我就开始很紧张，我开始找很久之后，我把我的皮包折起来之后，我才发现，请输入密码。而且这个事情已经不止发生过一次，而且我还要讲一个让我觉得很丢脸，我到现在都不敢去那一家鞋店。有一次我要把我的鞋子拿去修，可能就是装那防滑鞋垫，然后去送过去之后呢，我就走，我要回家的路上的时候，我就放我的包包，奇怪，我的眼镜呢？我戴的眼镜怎么不见？因为眼镜盒里面是空的啊，就赶快跑回去跟那老板讲说：“老板，不好意思，我刚来这边拿鞋子，可是你有看到我的眼镜吗？我的眼镜不见了。”他说在你脸上。就老板愣了一下，说：“不就在你脸上？”可是问题是我居然没有感觉他在我的脸上，所以我真的是很少跟进。所以你常常对于手边东西比较看得到的，你比较有感觉，就对了。好像是已经具备、已经拥有的，你就不知道。对，怎么会这样啊？所以我也看到这是一个心理学上的盲点哦。怎么说？小美可以回去想一想，就是你其实常会看到你以外面看得到的有或没有的东西，你比较没有去看自己已经自足的、自己具备的。这句话我会好好的回去，细细的分析一下，想一下。我想小美其实唱那么多年，大家都很喜欢她的情歌，可是说真的，我觉得她真的就是一个心思，你可以说他有些事情又很细腻，我都不可能唱出那么多好听的歌。可是有些事情又好像很白痴，很白痴啊，不是很白痴，很白痴的一个人。
这也就是让我们有时候常常旁边又好气又心疼。好像是我身边的人就觉得我太两光了，不过没关系啦，或许这样才开心，还可以活到现在，不错嘛，对不对？还没有阵亡啊，还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还是有一线机会就要努力的啦。对，当然一定要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支持三年来的小美第一首新歌，对不对？对，而且我相信这个模式如果成功了，后面大家会听到蛮多你的新作品。对，都可以透过这个数位付费下载的方式。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方式也可以响应环保啊，我觉得还蛮好的。好，所以这一片你们是没有的啦。对，这是公关的，就给媒体公关片看。大家要上哪一个网站呢？再跟大家讲一遍好了。好啊，大家可以上我们唱片公司的官方网站 xymusic.com， 然后就可以买到。为什么要叫 xy 啊？星鱼的拼音哦，刚好就是拼音。对，然后其实它也是 xy 染色体的一个。男女的染色体，那我觉得就你们的 logo 啊，对。然后其实我觉得音乐是不分年龄、不分国界，只要大家喜欢音乐的话，都可以聚集在这里。我觉得这个 idea 其实还蛮好的，对。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公司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对它有很大的期待，包括我自己在新的公司，我也希望我可以很努力的做到一个我自己梦想中可以做到的那个蓝图跟样子。对，好。谢谢星宇一姐。哎呦，我现在变一姐嘞，因为太好了，因为只有一个人啊，对啊，没有人跟我争，只有一个女的嘛，对不 对？一个女的，一个男的，就天王跟天后就对了。小美琪《月光下》这首歌，对，你要不先为大家哼前几句就好，好啊，来勾引大家赶快上网去听这首歌，好啊。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拥挤。牵着你的手，只属于你。此刻你或许走进下个风景，记得我们也曾那么相信爱情。耶、yeah, ！那小美真的是一开口就好好听哎，谢谢，而且又好稳定，好棒。谢谢谢谢，还好我那个还没有到感冒，因为感冒的时候状况可能就不一样了。哦，只要好好护一下自己的嗓子。只是宣传期很容易劳累了。对啊，谢谢江美琪，谢谢乐荣哥，谢谢。